今天咱们来吃四宫格火鸡面，这是，哇，哎呀，有点坨了嘛，是不是？大蒜，太香了。盖饭，自己做的西红柿盖饭，哎我，就这味儿，绝绝子。还得是烧的。冒充。不知道使啥使好了。换了个勺子。哎呦，碳水的满足感。冷面，今天的都是自己做的。哎哇，时间长碰囊了，我想一说到底了。哇，汤好喝，一半茄子，一半大豆腐，你会先吃哪个？这太满足了，有点烫。茄子烩土豆，你们做一下我做的这个菜，快手一搜就能搜出来，大好吃。那边有点烫了，太满足了。混合到一起，
太香了。